他能像更年轻一辈的人在面对周杰伦这样，或者是因为我礼拜五有一场演出，然后一直在想，礼拜五是我跟我太太一起唱，然后我太太她要叫小小，所以我叫大大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唱，她叫尖尖，一个小一个大，对吧？我太太唱的其实她真的唱得很好，然后本来我们一直都很长时间的一起在唱歌。就是他就组成另外一个团体叫台湾姐妹花，然后就变成那个后面的伴奏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夫妻保持的一个共同的兴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，然后我也希望说我们一直可以一起唱到我们不能再唱为止。这种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想法，就是我们以前，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努力。好，我要准备唱的第三首歌。唱到会有点做财经，那多简单。没有永久的爱。
只要会工作，还要会唱歌，会陆续有德华村的人上来唱歌。